生命 TV， 生生不息。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临节的句诵，于无量佛宝得少涅槃分，于无如无智于人，便智于为主。焦成柔代表五白欧罗汉说，我对于这个无上佛宝啊，在正欧罗汉国的时候得到一点点的涅槃的气氛，我就得少为主了。这就好像没有智慧的愚痴人一样，便自以为主，我自己以为我这样就行了，跟佛没有两样的啊，实际上是不行的。那么这是法说，下面是比方。比如贫穷人往至亲友家，其家神大富，其具奢诸肴膳，以无价宝珠续着内衣里，莫于而舍弃。比方说，有个贫穷的人去到很有钱豪富的亲戚朋友之家啊，而这个亲戚朋友的家里很有钱，是个大富翁。那么既然来了，他就具设很好吃的东西，肴是菜肴啊，膳是美食啊，把这个很好的饮食啊拿出来请他吃饭，那么酒也喝多了，也就酒也醉了，那么因此他就把这个无价宝珠系在他的内衣里面，这个内衣就很容易湿掉哎，啊，恐怕这个内衣不是我们的汗衫吧，啊，可能是那个棉袄，冬天很冷，像今天，那么不用洗的衣服啊，就在穿在身上里面的衣服把它缝起来。那么宝珠系在里面，默默地给他就舍去了，因为他有事需要离开啊，十恶不觉之啊，那个时候他正好酒醉啊，在哪儿睡卧都不知道有这回事。世人既已起游行于他国，求衣食自济，自身甚艰难。世人就穷人酒醉了醒来之后啊，起来那么就到其他的地方去游行了，那么继续做他乞丐讨饭吃的生活，他不知道夜里有明珠啊，那么求衣求食，正修住行，那么来自己嫉妒自己来求过生活啊，那么他的资助生活的这个情况啊，相当的困难，是甚艰难，艰苦困难了。那么得少便为足，少少有的饮食啊，不会饿就算了啊，所以得少为足。更不愿好者，他不敢想要好的啊，因为反正是乞丐嘛，还敢想要好的吗？啊，不觉内衣里有无价宝珠，他自己带着无价宝珠而在那做乞丐，他自己也不知道。与诸之亲友后见此贫人，苦切即自已，是欲所系周啊。给他去这个宝珠的亲戚朋友啊，后来在路途上碰到了，看到这个贫穷人他还在哪里讨饭吃啊，苦切即自已，就是责备他啊，就前面的这个多灾啊，呵斥他啊，我给你宝珠在你的内衣里面啊，是以所系之珠，还给他的衣服掀开来给他看，哎，你看宝珠就在这里啊，你还不知道到今天还在哪里讨饭生活啊，贫人见此珠啊，七心大欢喜。这个贫穷人看到这个宝珠，欢喜得不得了啊，实在得来太迟了，老早就系在衣里而不知道。
富有诸财物，无欲而自知。那么由此他一切财富都具备了，世间无欲他就可以满足了。那么无欲自知就比方一切佛法都就近满足。法后说，我等亦如是，世尊于长夜长鸣见教花，令众无上愿。我们这些阿罗汉得少为足的人也是一样，就是那个穷人那么释迦牟尼佛在过去行菩萨道的时候，在我在无名长夜当中啊，常常怜悯于我们这些人，教化我们使令我们种上无上菩提之愿，就发了菩提心，在十六王子当时就发菩提心。我等无智故，不觉于不知。我们这些人呢，没有智慧，当时发了心又退失了不觉不知。那么今天想要利苦得乐，得少少的涅槃分，正道偏真涅槃，自足不求已，自己就满足了。我觉得不敢想要成佛，这就认为就够了到了灵山会上说法华经，敬佛觉悟我也非时灭度。今天佛来觉悟我们，说我们从前所得的灭度不是真的，那是化成，是休息的地方。得佛无上慧，而乃为真灭。要得到无上菩提的究竟一切智的智慧，那才是真正的究竟灭度，就到了宝所。我今从佛闻，受记庄严寺今天在佛前听到佛为我们受记，即转次受劫，身心变欢喜，并即说是将来我们五百阿罗汉按照次序的一位一位次第受记，决定成佛。那么彼此大家都身心变身变心，都至极的欢喜全身心都是充满这个欢喜的心情，那是非常难得这是得未曾有。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科判自己去对，而且这个受记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那么这个科判应当自己对就可以看得出来不必细讲。因为今天想要把这个第九品受学无学学人记品把它说完，因为这个受记说完就是进门的正宗分说完，那么然后就过年受记成佛了就过年。过了年以后我们这个正月二十三，农历的正月二十三开讲就从这个法四品讲起过了年我们就当法师先受记成佛，过了年就当法师，这样子也比较好接那么财富也告一段落。所以这个受记文字无论如何今天要把它念完再往下剩下的时间就要念经。那么这个科判我不再对了，不再对科判，自己去对那么顺着这个文字做消文妙法莲法经受学无学人记品第九，学还在修行，还没究竟。简单说，三国四相，出国相出国，二国相二国，三国相三国，四国相，到这为止都叫做学，因为他正在修行眼睁断惑叫做学，真穷惑尽叫做无学，无学就是阿罗汉所做一半不受后有了，无所学了，不必再学了，所以叫做无学。在声闻位上阿罗汉叫做无学，三国之前通通叫做有学，所以学无学学是有学，是三国四相，无学是第四国阿罗汉，佛为他们受记这是第九品，也是因缘一周的最后一段。儿时阿难罗阿罗诃罗阿难跟这个罗诃罗而作是念，这个时候佛为阿罗汉受记到这里阿难是佛的堂弟，罗诃罗是佛在家的时候做太子的时候的儿子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心里都这样想，作是念心里这样想，我的每字思维设的受记不亦快乎。阿难跟罗诃罗他心里也这样想，如果我们也得到受记不是很快乐的事情吗？在当时阿难还没有证阿罗汉果，是个学人那么顶多是二国，很可能还是出国
那么因为他做世哲，他不能的提早这个先证国，如果证阿罗汉国他就不能当世哲，所以那个时候他是学人。罗诃罗可能是已经证国了啊，罗诃罗应当是证国了，密行第一嘛。嗯，那么他们心里这样想，如果我们也得到受记，不是很好的事情吗？那是一定快乐的啊。既从坐起，他们就从他的座位起来，到于佛前，来到佛前，头面礼足，五体投地，顶礼于佛，具白佛言啊，具是阿难跟罗诃罗同时啊，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师尊，我等于此一应有份。哎，我们这个学无学人呢，对于这个受记之法呀，我应当也有份啦。此指受记啊，佛为他受记的事情。对于受记，我们应当有份嘛？为什么？唯有如来我等所归。”我们只有佛才是我们所皈依的地方啊，只有依靠佛才能成就，所以只有佛为我们所皈依的地方。又还有一种道理，我等为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见知识啊，我们这些二千人呢 啊学无学人，人间天上大家都知道的，都认识的啊，为人间的都知识的人，尤其阿难跟罗诃罗，啊，那么阿难他是做佛的侍者，护持佛的法藏，将来要结集经藏。罗诃罗是佛的这个在家时的儿子，那么两位在当时都是很有名望，大家都知道的。如果没有得到佛受记的话，那就使他失望啊。人天也觉得不够，好像是不够满足啊。那么因此啊，他心里想，若佛见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者，我愿记满呐、啊，众望一足。如果佛为我们这两个人受记，将来都成佛，那我们的心愿也满了，大众的希望也得到满足了。当时大众当然也希望阿难跟罗诃罗得到受记啊。那么阿难跟罗诃罗如果得到受记的话，他的心愿也就满了。实际上他们都是内壁外现的菩萨，是希望能够有佛为受记。这是两位尊者的请求。下面佛同时又说出在经文里面又说出这个二千人学武学弟子二千人也是一样的，希望能够得到受记啊、不过他们是默念啊、没有说出话来，而是学无学声闻弟子二千人，有学无学总共起来有两千位声闻人，都是比丘，多从座位起来，偏袒右肩，到于佛前，那么偏露右肩来礼佛，一心合掌瞻仰世尊，看住佛，那么心里想，如阿难罗诃罗所愿。助力一免，他们心里也是跟阿难罗诃罗的心愿相同，就是说我们也要成佛呀，我们也希望佛能为我们受记啊。但是他不好说出话来，就站在阿难跟罗诃罗的一面，站在他的队伍里面，希望佛都能够跟他受记。假如站在阿难罗诃罗的身边，只受记阿难罗诃罗，而两千人没有受记的话，那他们就会很难堪啦，在表面上也不好看了，那么佛必定不会给他不好看的，所以他站在阿难罗诃罗的这一面必定会得到受记。下面就佛为阿难受记了，而是佛告阿难，佛就对阿难尊者说，如以来世当得作佛，那你将来要成佛，号山海会自在通王如来，那将来你成佛的名字叫山海会自在通王，他的智慧广大，高如大山，深如大海，所以叫做山海会啊、才能够受持佛的一切法藏啊，就是因为有山海会啊、那么在一切法中得到自在啊、通达一切佛法，王也是自在一，那么所以将来成佛叫做山海会自在通王如来，应供正遍之明行诸善事世间劫，无上四条御丈夫，天人是佛世尊，这是十号。当供养六十二亿诸佛，护持法章，然后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要成佛，必定要修因啊！
阿难的目标就是生生世世护持佛的法章，所以以后要供养62亿诸佛，每一尊佛前都为他护持他的法章，都做护佛法人，都结集金藏，然后得无上菩提成佛，教化20000000亿恒河沙诸菩萨等，将来他成佛之后度化的众生都是菩萨，有20000000亿恒河沙数那么多的菩萨，令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使令他们都成佛。国民常立甚番，阿难成佛，他的国土叫做常立甚番，常常建立殊胜的佛法的高番，番是显现这个殊胜的正义。他的国土其斗清净，琉璃为地，都是琉璃宝地，净土啊，结明妙音遍，妙音遍满，就是说法的微妙法音呢、遍满于全国，所以他的结就叫做妙音遍满。其佛寿命50000000亿阿僧祇劫，这个佛因为是净土啊，寿命很长，50000000亿无数劫。若人以10000000亿无量阿僧祇劫中算数较计，不能得知究竟他的寿命有多长，无量劫中来算计他的寿命也算不出来，那么显示他是无量寿。正法就是倍于寿命，相法就是福倍正法啊。那么入灭以后，他的正法就是比寿命加一倍，相法就是比正法加一倍，跟前面普明佛的情况一样，不过这个时间更长。阿难是山海会自在通王佛，为十方无量千万亿恒河沙的诸佛如来所供赞叹称其功德。将来你成佛的时候，你这个山海会自在通王佛啊，十方无量千万亿恒河沙数那么多佛都共同赞叹称扬这尊佛的殊胜功德，那么然后用偈颂表达，而是世尊欲重宣此意，而是偈言：我今生中说阿难持法者，当供养诸佛。然后成整曰：我现在在大众中说，这个僧总指灵山会上一些大众，不单是指出家人。将来阿难成佛，他要成佛之前要供养无量诸佛，然后成正觉，名字叫做山海会自在通王佛。所以号曰山海会自在通王佛，这个连起来念。其国土清净，名常立甚凡，教化诸菩萨，其数如恒沙。那么度化成就菩萨，将来成佛的菩萨很多很多，恒河沙数那么多。佛有大伟的名闻满十方，他的名闻呢、像阿弥陀佛一样的普遍十方世界，人人都知道。寿命无有量，也是无量寿，移民众生故。为什么寿命那么长呢？为了要度化众生，慈悲心很重。正法倍寿命，相法福倍是。灭度之后，正法比寿命多一倍，相法比正法多一倍。如恒河沙等无数诸众生，于此佛法中种佛道因缘。恒河沙数众生啊，在这个山海会自在通往佛中啊的法中啊，种无上菩提的因缘，将来都能成佛。这是受阿难记，阿难的记呀、记将来成佛的情况啊，比前面上中下三根的受记都要殊胜，都要超胜。所以当时一些新发心的菩萨看到听到这个情形啊，他怀疑了，阿难又是学人，还没有证阿罗汉果，那么现在佛给他受记这么殊胜，胜过前面所有的阿罗汉，因此那些新发心菩萨就怀疑。那么下面就是那个新发心菩萨怀疑的情况，那么佛为他解释。儿时会中新发心菩萨8000人闲坐试念，那个时候灵山会上佛说法华经的时候，有8000位的新发心的菩萨，因为新发心菩萨呀，他还没有多大的神通，不了解不知道阿难的实际情况，所以他听到这个受记，他心里都起这个念头：我等尚不闻诸大菩萨得如是记，由何因缘而诸圣闻得如是解？看这个怀疑的文字啊，他不但是怀疑阿难，连前面的阿罗汉他也照样怀疑。
他说我们呢平常听到佛为菩萨受记，尚且不曾闻到听到为诸大菩萨受记有那么殊胜，那么今天有什么因缘呢？佛为这些声闻人受记都是那么殊胜，尤其今天为阿难，他是个学人啊、那么还没证阿罗汉果，可是得到的这个级别呀、比前面都是超胜的很多，原因在哪里呀？那么下面就是佛为他解释：儿时世尊知诸菩萨心之所念，释迦牟尼佛有他心通啦。那么他就发现这些八千位的心法义菩萨内心的动的念头，而告知曰，就替他解释：诸善男子，我与阿难等与空王佛说，同时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先解释啊。那你们要知道，我今天是阿难的，将来成佛之际那么殊胜呐，是有原因的。我释迦牟尼跟阿难啊两个人不但是兄弟，而且我过去久远以来，两个人是同时发心的。我与阿难等于空王佛说，这样念，不要念作我与阿难等。那个等字就不会变成那阿难与其他的声闻人了，这个等字不是这样的，等字是指佛跟阿难相等同时啊、佛说我跟阿难呢是同时相等，在空王佛面前同时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我最初发心是曾在空王佛，空王是佛的名号，我在久远之前在空王佛面前发菩提心，那么阿难也是同时发心的，我跟阿难两个人是同时在空王佛前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这个等啊是指阿难跟佛两位相等同时啊、所以这个等字看作同字啊、就是同时。我与阿难同时在空王佛面前受发菩提心的，这个等字不要看作等于其他的声闻人，不是这样的，直指阿难当人跟佛相等同时在空王佛前同时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那么我们两个人同时发心，为什么我已经成佛，而阿难还是个学人呢？因为呀、阿难常要多闻呐、阿难虽然是发菩提心了以后啊，他爱要喜欢就是多闻呐、喜欢修学佛法，当法师讲经说法啊、喜欢多闻佛法来学习开发智慧。那么对于修行方面呢，他比较不肯下功夫啊、只是在解方面下功夫，重解而不重行。我常勤精进，我释迦我就努力进修，常勤精进就注重在行。释迦牟尼佛他发菩提心之后注重在行，努力进修，所以努力进修行的就比较容易成就啊啊！当然他有行必定就有解，没有解不能行啊。他努力进修所以先成佛啊，阿难呢他注重在解，对修行方面呢不大肯下功夫，所以他一直到今天还是个学人。是故我已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阿难复持我发，因此之故啊，我已经成佛了，但是阿难还做学人，还要复持我的佛法，他不但复持我的佛法，他还要复持将来的佛法，所以亦复将来诸佛法藏。没成佛之前呢，生生世世都做复持佛的法藏，弘扬佛法，做多闻第一的弟子，那么做结集经藏的这种的大事业，那么教化成就诸菩萨众，他要以佛法多闻第一来教化所有的初学菩萨，让他现成佛。其本愿如是，故获实际。因为阿难的本愿就是如此啊，他要复持佛的法藏，敬未来即复持法藏。以佛法来教化众生，希望众生相成佛，
那么因此之故，今天才得到这个受记啊，或就是得到这个受记。今天他的得记啊是有原因的啊，你不要看他受记这么殊胜呐、啊，实际上他可以跟我同时成佛，只是因为他重戒不重行啊，所以到了今天他还是个学人。我是戒行并进，尤其在行方面很努力精进，所以我先成佛啊。那么因此阿难与佛是同时发心。那么今天得的受记殊胜呢，并没有什么特殊，应该得的啊、应当得的啊、没有什么特殊，故或实际，所以能够得到这种的殊胜的级别。那么八千心法印菩萨一听到这个话，大家心开意解了，也就不敢再怀疑了，实际如此啊，啊、那么他跟佛同时发心，既然如此，当然他也就该得这么殊胜的级别，而且还有很久才成佛，啊。佛呢面于佛前自闻受记及国土庄严所愿具足，心大欢喜，得无成就。啊，阿难尊者在佛的面前亲耳听到佛为他受记，并及将来成佛的国土庄严啊实际情况，他所有的心愿已经满足了，具足就是满足啊，完成他的心愿，他已经就近满足。那么意思心大欢喜得未成有啊，那个时候当下佛为他受记之后啊，他就得到宿命通，得到宿命通，知道他过去久远界的事情，所以即使意念过去无量千万亿诸佛法章，通达无碍。佛给他受记的时候，他就得到宿命通，他过去多生的事实他了了分明，他回忆想念过去久远无量千万亿诸佛法藏，他所亲近所学的啊、在佛前所学习的法藏，通通都通达无碍。久远界前无量千万亿佛的法藏，他都通达无碍。如今所闻，好像现在在佛前听到的一样啊、一时本愿，同时也认识自己最初发心的本心的大愿，最初发心的根本的愿力。他也完全了了都明白了。那么所以有人要问说，阿难是佛成道那一天出世啊、那么20岁出家来说，那么有20年的时间佛说法他没听到，那么他结集金藏的时候，那20年没有听到的，他怎么结集啊？有人动这个念头啊、那么实际上这是以凡心脱圣境啊、因为阿难他就在佛受记的时候已经是开大智慧，得到宿命通，知道他过去久远界所亲近的佛所受持的法藏通通都通达了，何况今生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那么前20年没有听到的法，就在这个神通境界中就可以彻底明白。那么以四相说有些地方说释迦牟尼佛等到阿难当世者以后有空的时间呢，就把20年来所说的法补充，为他特别的补习呀、给他补习啊，说过去我20年来讲过什么啊，一给他补习。那么也有说佛以智慧加倍他，以佛的智慧加倍他，让他通达过去20年佛说法的情形，就好像看电影一样，让他一摸一摸看过清清楚楚，听过清清楚楚，那么一切完全了之，所以他结集的时候不会有困难。而是阿难而说句言得受记了，阿难尊者就说了下面的两首偈颂来表达他的高兴的情况。世尊审西游令我念过去无量诸佛法，如今日所闻，这就是他通达无碍的对于一切佛法了之的情况，用偈颂表达啊。我今无复于安住于佛道，我今天不会再怀疑了，完全明白佛出度化众生的这个实际情况。那么我把心安住在一切佛法当中啊，敬畏来即做佛的这个复佛法的人，方便为世者复持诸佛法，以后他生生世世都生在佛前做佛的使者，复持佛的法藏，复持一切诸佛的法，敬畏来即到他公园国门佛会满足成佛为止，他一直是受持佛的法藏，做多闻第一，
那么也要当佛的侍者，一直到他成佛。所以这个当侍者是方便，这个方便两个字就包含前面的内壁菩萨行啊、外现声闻声的意义在里面啊。所以可见这个阿难也是大菩萨示现，绝对不是常人。前面是受阿难记，其次受罗诃罗记，而是佛告罗诃罗，如以来世当得作佛，号导去宝化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诸善事世间劫，无上寺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将来罗诃罗成佛，他的名号叫做导去宝化如来，就导是脚踩在这个地面上啊，凡是脚踩下去就有七宝的莲花升起来承接他的脚，这个意思啊。他无论走在什么地方，他打落去都一粒莲花是七宝的啊，这种情况他脚踩下去就有一朵莲花，这个莲花就是七宝所承担，金银琉璃的七宝所承，凡是脚踩到的地方就有莲花，这么殊胜的境界啊。将来罗诃罗成佛，我们都要去亲近看看他的脚踩莲花的情况。那么因此他有这么殊胜的境界啊，所以他成佛的时候就名字就叫做导去宝化如来啊。那么他脚踩着七宝莲花，一举一动脚踩莲花，这是非常微妙的啊。那么将来成佛，所以叫做这个名字十号具足。那么要成佛的果必定要修因啦，当供养十世界微尘等数诸佛如来，这不得了哎！这个时间还能算吗？有办法算吗？十世界微尘，把十个三千大千世界把它磨成微尘，一粒微尘算一尊佛，要亲近那么多佛，常为诸佛而作长子，都对这个十世界微尘数佛呀，每一尊佛前他都是佛的长子，犹如净业，跟现在释迦牟尼佛是没有两样，都是相同的啊。要十世界微尘数每一尊佛都给他做长子，然后才成佛，这个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不能想象，不晓得要多久了，是不是真的就这么久呢？一念普观无量劫，无去无来亦无住，如是了知三世事，那么这样子才算是真正一念，就是无量劫，无量劫就是一念，这个十世界微尘等数诸佛如来就在一念中，一念就具足，虽然看起来很多很多时间，实际上就在一念中，十世当时就是一念，明白这个道理。也不见得久很长，也不会说是很短，长短就在他的福慧满足的时间算。等到他福慧满足了，福足慧足两足尊就成佛。假如福慧没有满足啊，那么就是十世界微尘数界啊，十世界微尘数佛以后也未必就成佛，必定要福慧满足，福慧满足一念也就成佛。那么都要做佛的长子啊，像法王子也是佛的长子啊，不过现在他是说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都是太子的时候的长子，是导去宝化佛，国土庄严，寿命皆数，所化弟子正法相法，一如山海会自在通往如来无异，亦为此佛而作长子。说这一尊罗诃罗将来成佛的实际情况啊，他的寿命结束等等啊，跟前面的阿难成佛的情况完全相同，没有两样，而且也要做山海会自在通王佛的长子，就这么特殊的情况。过世以后，是指阿难成佛，经过阿难成佛叫做山海会自在通王成佛如来以后那么他应当就能够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成佛了。那么最起码罗诃罗成佛呀要在阿难之后啊，阿难要看表面的关键啊，先成佛，如果阿难成佛了，罗诃罗才有的成佛，
如果阿难还没成佛，他就跟在后头啊，啊，一直做长子，长子长下去，长到最后，啊，那么然后阿难成佛了，以后他才成佛。这不是随便的，他们都有愿力的，有他度化众生的因缘啊。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是具言：我为太子时，罗侯为长子，我今成佛道，受法为法子。佛做太子的时候，罗侯罗是他的长子，现在佛成佛了，那么受佛的法，那么就为法的长子。以未来世中见无量亿佛，皆为其长子，一心求佛道。未来尽未来际，见无量亿那么多佛，都做佛的长子，那么专一其心求学佛法。啊，罗诃罗密性，为我能知之。罗诃罗修行啊，他不会表扬出来的，他不会显现出来的，你看不到的。平常你看到他睡大觉，啊，那么实际上他在修行，他的修行不是做给人看，他自己在修。罗诃罗是沙弥的开祖啊，七岁出家，佛的制度里面沙弥第一位啊，这个巨乌沙弥就是罗诃罗。那么沙弥出家，罗诃罗很调皮啊，所以他在十多岁还是个沙弥的时候啊，他在僧团里面呢经常打妄语骗人啊，他会骗人。有人来要亲近佛啊，罗诃罗都在门口，在哪里玩啊，是个小沙弥嘛，喜欢玩啊，可能在哪里混家家酒吧哦。他在门口在玩的时候，有人来找啊，要我看要来见佛了，他就问罗诃罗，哎，小沙弥佛在吗？明明释迦牟尼佛在里面呢，他就骗人说没有，今天不在，去乞头了。嗯，哎，这么一来人家就不敢进去了，佛不在他就不进去了，实际上佛在里面呢，他就骗人了啊，那么就跑开了。那么有的时候佛不在，他就有人来说我要见佛，哎，小三品佛在吗？哎，有有啊，在里面，你来对了，一块买了。哎，到了里面一找啊，没有，因为给过度员很大呀，地方很大呀，120个地方敲前锤啊，你看有多大，那么大的地方，他到里面去找佛，说在里面，里面他大门进去找啊，找了半天没找到啊，找不到，最后问人说，哎，佛今天不在里面，是到外边去弘法了，去度众生了。哎呀，这个小沙弥怎么这样骗我啊，啊，一次两次都遭骗了。那么因此有一天这个世俗见到佛呀，就对佛说了，哎呀，你那个小沙弥啊，我遭骗了好几次，哎，那么怎么可以这样骗人啊。那么因此佛就教训他，他这个教训的方法很好，哎，你们在家居士要教儿子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啊，如果你的小孩子会骗人的话啊，会说方法，我也供北菜尾哈，用这个方法。佛有一天就叫罗诃罗，他说，哎，罗诃罗，我们谁卡了抬嘴来啊。那么佛要洗脚嘛，这罗诃罗就把饼烫拿出来了，这卡烫就饼烫哦，卡烫啊，谁卡也卡烫拿出来了，他说来水提来，提来一桶水提来，他说饼烫卡豆凳来，叫他把这个卡烫啊，洗脚的桶子啊翻过来扶过来啊，就这样扶过来扶过来，哎，那扶过来之后，他水倒进去，那倒水，哎，他倒不进去啊，扶过来怎么倒得进去啊？你看这个桶子要翻过来才能装水嘛，你叫我这个扶过来怎么能够倒得进去啊？这个水倒不进去啊。佛说，哎，罗诃罗，你就是跟这个卡烫修讲啊。你呀，妄于福心啊，所以法水不入啊。这个办法很好，哎，你教你的儿子打妄语的时候，你用这个方法，你也完了谁卡了？哦，就想谁卡，捐款罪。这个卡烫扶过来，叫他倒水。那为什么灌不进去啊？你妄于福心嘛，法水不入啊。我不管你会不会说话就是了。假如你不会说话就没用了。那你打妄语嘛，所以法水不能进去啊。好了，就叫他翻过来，翻过来，这个第一个机会教育说好了，翻过来水倒进去了，或者塞卡了，洗脚了，塞卡塞后啊，那个嘴很脏啊，水很脏了，他就哎罗诃罗，来你把这个水喝下去，就假黑的塞卡嘴，哎，你把这个水喝下去，哎呦，这个塞卡嘴巴都假了，我没法躲了。哎，罗诃罗，你说这个水不能喝吗？那你就跟这个水一样啊，脏兮兮的，
那我的心为什么会脏啊？妄仪混杂了，那妄仪就是跟那个洗脚的脏水一样啊，你的心就跟那个洗脚水一样啊，脏兮兮不能喝，所以你的佛法也没有办法进去。假如打妄语，就好像这个洗脚的脏水一样啊，没有办法喝的啊，谁也不敢喝，所以不能打妄语。经过这么一次教训之后啊，罗侯罗乖乖了，从此之后再也不敢打妄语了，好好修行了。那么而且他修行啊，不给人知道，看不出来啊，所以罗侯罗密行啊，唯我能知之，只有释迦牟尼佛才知道，别人不知道。别人都看到这个调皮啊、捣蛋啊、经常啊都是骗人。以后虽然不骗人了，可是他的修行人家看不出来，所以他的默默的修行啊，密行秘密的修行没有人知道，只有佛才知道。现为我长子，于是诸众生，他现在做佛的在家的时候是长子，出家成佛了也是佛的法子的长子，无量一千万功德不可数，他的功德无量无边啊，安住于佛法，以求无上道。他安住在佛法当中啊，求这个无上菩提大道，将来才能成佛啊。所以罗诃罗他的修行在佛弟子当中啊，十大弟子当中他是密行第一啊，秘密的修行，不是做给人看啊。有些人修行啊，就做给人看，看到人来啊，恭恭敬敬的拜啊，一拜的啊，拜百拜千拜，好好的拜。等到人走了，马马虎虎啊，随便了啊。这个做给人看的，那好像唱戏一样，没有意思啊。罗诃罗的修行就不给人看的啊，应当修行要学罗诃罗密行啊，不要做给人看，不是在表演，不是在唱戏啊。前面是罗诃罗记，赶快念了，剩下不多时间了。后边有二千人一一为他说记，而十世尊见学无学二千人，其意犹软，极然清净，一心观佛。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看到这个两千位的有学跟无学的人，里面也有证阿罗汉果的，也有出国到三国的啊，所以叫做学与无学的人有两千位。异地有柔软呢，就是他没有刚强的情况，他心意很清净啊，很认真在修行，很有柔和啊，不会刚强啊。极然清净，心很静啊，禅定功夫很好，专一其心在观佛。观佛做什么？希望受记啊。他看到阿难罗侯罗都受记了，现在应当要轮到他们吧。所以他一心专一其心看着佛啊，洗耳恭听，希望佛来给他受记。佛告阿难，因为二千人是阿难为上首，是阿难所领导的，这些人呢、都是多温的，学习多闻，广学多闻的，都是多闻士，都是亲近阿难的啊。所以佛对阿难说：“汝见是学无学二千人否？”这个问法都很特别哦。你看到了吗？六块丢哦啊！这个不是看到他的身呐、身当然都看到了，是问你看到他的过去修行、他的功德、他的内心，你看到了没有啊？闻然已见。阿难大夫说：“我了了常知啊，这些人的修行我都知道的啊。阿难，是诸人等当供养五十世界为成寿诸佛如来，恭敬尊重护持法藏啊。这些人两千人将来要供养五十世界为成寿诸佛，更多了啊，要供养恭敬尊重佛法，要护持佛的法藏，末后五十世界为成寿佛之后啊。”同时以十方国各的成佛，皆同一号，名曰宝相如来。将来这两千人同时成佛，是越空间横论同一个时间都成佛，成佛的名字叫做宝相佛，宝相如来，以佛法的法宝为他修行的形象，所以叫做宝相佛。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者，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是佛世尊的十号啊，都是十号具足，寿命一劫，每一尊佛都是一样，他的寿命是一劫，不晓得大中小劫啊。国度庄严，声闻菩萨所度的声闻菩萨，正法相法皆系同等，他们度的众生都一样多啊。那么度的声闻菩萨都是相同多数，国土庄严也是如此啊。那么总为二千人受记，而是世尊欲重宣此一二十句言啊。
再用句诵啊重说一遍：十二千声闻，今于我前住，细节于受记，未来当成佛。这两千位声闻学无学人，现在在我的面前，我现在通通给他受记，将来都成佛。所供养诸佛如上所陈述，他将来修因呢、啊，要经过说上面所说的五十世界为尘数诸佛一一供养，扶持他的法藏，扶持其法藏，后当成正觉，扶持这些佛的法藏做多闻事，然后才成佛，后当成正觉。我以各以十方国系统一名号，他们在十方世界同一个名号，都叫做宝相佛。据实做道场就在菩提树下成佛，同一个时间与证无上慧，同时证到无上菩提的智慧，度成一切智啊，皆名为宝相，通通是宝相佛。国土及弟子正法与相法，悉等无有异啊。他的国土清净庄严，度的弟子多少声闻菩萨啊。那么正法多久，相法多久，都是相同，没有异样啊。咸于诸神通，度十方众生，名闻普主边，渐入一念盘。他用神通教化十方世界众生啊，他的名号啊，闻于十方世间，听到的人如法修行都能成佛啊。那么渐渐度化众生，入于究竟涅槃，那么就是究竟成佛。那么这是受二千人记，而是学无学二千人闻佛受记，欢喜踊跃踊跃而说经言。两千人听到佛为他受记，很高兴呢，就说了下面的记诵啊。世尊慧灯明，我闻受记音，心欢喜充满，如甘露见灌。那么两千人同时在佛前说了这个句诵，说佛呀，好像智慧灯大光明来照耀我们啊。那么为我们受记，我听到佛为我们受记的声音啊，这个法音，心非常的欢喜，充满全身，好像甘露灌顶一样，如甘露灌顶啊，所以说如甘露见灌，像甘露灌顶得到清凉的情况一样。这是两千的学无学人呢、啊，总说这一首偈颂来表示他得记的欢喜情况。到此为止，刚好把第九品念完了啊、哦，两经了哈。那么受记也就是记门正说。啊，机门有三份呢、啊，续份、正宗份、流通份。啊，机门的正说份、正宗份到这里讲完，后边第十品到第十四品有五品经啊，是机门的流通份。机门的流通份，虽然叫做流通份啊，里面的道理很多，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也是教我们出发心的人呢、啊，学习的地方啊，很好，所以必定要好好的学习啊。那么今天都受记成佛了，那么下次来啊，就是第十品。Thank you.
认识中华国际失实协会。有鉴于现今各种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众生身心受着许多内外的压力与伤害，为此慈悲置业成立中华国际失实协会，推广大乘佛教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体认世尊施设此法之慈悲本怀。如此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布施者亦得福，实为名扬两利之善行。修施食与烟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不仅布施六道众生，可以增长布施者福禄寿财，生生世世福寿长，善根具足。也因为布施鬼道众生与众生结善缘，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碍，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事业有所注意。国际万场烟供自2014年4月1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中午止，海内外共30万3025场。布施蚂蚁小鱼自2005年5月21日起至2010年4月23日止，海内外共12311次。位于云南省丽江地区的纳西族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东汉时期即有关于纳西族的记载，云南省为纳西族主要聚居地，纳西族占云南总人口的 95.5%， 主要集中地为云南丽江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崇拜大自然万物的纳西文化中，将此地的玉龙雪山认为是保护神三朵的化身，是一座圣洁的神山。玉龙雪山是中国最南的雪山，皑皑白雪，千年冰封，13峰连绵，宛若一条玉龙飞舞，气势非凡，因此得名。山势陡峻雄伟异常的雪山，现在修建了缆车，几分钟时间，海拔高度拔升1141公尺。随着高度升高，视野越来越开阔，两侧山岩从苍翠欲滴的绿色渐渐变成灰黑岩石的地景。缆车在海拔4506公尺的观景平台停了下来，山上气象万千，缀满白雪的连绵峰群近在眼前。山岚袅袅蒸腾，缤纷的风马旗在冷冽的风中飘扬，传递着生生不息的祝祷。雪山的融雪流经2400公尺后，从石缝里泉涌而出，
养育了世世代代的纳西人。涌泉源头现在是流水潺潺的保护区，称为玉水寨，位于玉龙雪山山脚下，山水相依，风景秀丽，是纳西人心目中风水圣洁的宝地。泉水源头设置了一座八米高的塑像，是纳西族中统辖大自然之神，具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感恩自然等思想。玉水寨同时是纳西族中部地区的东巴圣地，东巴文化是纳西族的传统文化，因东巴教而得名。东巴教是纳西族的一种原始多神教，信仰万物有灵。护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